虎扑8月6日讯， 2K 官方今天更新了 Instagram， 公布了今年的壮德安德烈艾顿在 2K19 中的数值 79。 在此前公布的 2K19 能力值中，杰森塔特姆、本西蒙斯以及多诺万米切尔均为87，科怀伦纳德为94，考尔安东尼唐斯为91，德马库斯考辛斯为90，德马尔德罗赞为89，安东尼戴维斯为94，保罗乔治为89，达米安利拉德为90，肯巴沃克为86，丹吉洛拉塞尔为83，扬尼斯埃德托昆博为94。今年榜眼马文巴格利为78，泰华卢卡东谢奇为79。2017-18 赛季 NCAA 赛季，埃顿为亚利桑那大学场均出场 33.5 分钟，得到 20.1 分、 11.6 篮板、 1.9 盖帽。来源 Instagram at hupu.com， 更多体育新闻请访问虎扑新闻。